大家好，是老刘啊。今天有一个老生啊，他说有一个好鱼啊，所以呢又我们在这里等，但是他已经来了啊，我们等他一下，看还是什么好的宝贝啊，所以期待他的来到来啊。哦，小弟兄在对面这个地方啊。啊。哦，等一下我先把你夹着，你好一点，你拿点生了这么鱼。慢一点啊！我先在这里看一下，这里看一下叫什么？什么东西生鱼吧？是不是？生鱼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看一下。在这里看一下啊。这个还是一样。啊。还是老的好点。那个木打的那个木打。还有两个，一个两个两个。一个。一个好，我先。那你先拉住啊，拉住啊！哦，有点小。这个河对鱼。嗯，我先给你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一个翡翠的，这个好像是。在或者是在水里面，或者是在土里面，但是这个以前可能也去过土啊。这个东西是可能是老的啊，只是已经好像损坏了一点，那个品相不是太好。开始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一把虎的，一把玉虎。这个啊，这两个东西呢，年代还是会有久。嗯，这个是。那它的龟不就是猴子？这个是虎春秋战国时期的啊，这个是猴的鱼啊，是猴的鱼的。这玉虎呢，以前不是，那个新石器时代的话，用那个玉，用那个好的材质做那个虎皮一样的，对对对，啊，这个呢是一个，这个是一个翡翠的，这个是一个虎纹，这虎这个龙那个玉鼻也是一块玉鼻。这东西就是品相的玉珠龙嘛，玉珠龙啊，玉珠龙的一个龙形盔，这是品相不是太合了。这个价格呢，你要多少钱呢？他们不去的好东西啊，现在太便宜了嘛嘛。现在以前不就以前了有没去过嘛？去多少钱？去几百块钱？去几百块钱？港股市场的带动更为明显，恒生指数翻。这个嘞，那个，我也跟你讲个实在话啊，这个我比它比较大，是玉质不是太好，大小就器型比较大，我给你拿4000块钱给你，你可不可以？啊，可以，不用干，一千。好，4000块钱啊！啊，好，那我先收个啊。嗯。这个只是玉质不太好，要是玉质好多，我就可以给多一点都可以。我玉质吧，这个是一般。还有一大份，我离婚的太早了，说还有一大东西啊！我下次来了，你的意思是我的对门的嘛？五个月时间嘛？我下次再量啊，因为钱我也不够，我以后我可以再多一点钱在你们这个村子里来说了，好吧啊？哎呀，反正有东西多，你们都给我留住了，好吧？啊，那你慢一点啊，谢谢你那个钱你要收好了啊！好，好。